前呢，白内障手术主要是我们是要看患者的主观，你觉得看不清楚了啊，就可以做手术，不是像以前的一些老的观念来说，非得要等到看不见了才能做手术。因为现在这个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啊，非常的成熟啊，手术的时间呢也比较短，5分钟啊，基本上就能解决啊。另外一个的话呢，咱们这个白内障手术呢，由原来的能让你看得见的这个观点，改变为既然要看得见，还要看得好。所以说呢，咱们现在这个手术，你要是觉得你的视觉质量已经不好了，那咱们就可以做手术。所以从患者的主观意识上，已经和原来的这个观念是不同了。如果非要等到你看不见了再去做手术的话呢，往往会伴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，那手术呢可能也不太好做，或者做起来之后呢，它的这个手术当中呢会增加手术的这个难度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手术的这个标准呢，就是您觉得看不清楚了，看得不好了，我们可以到医院来检查一下，如果是白内障，咱们就可以提前做手术。